还没有介绍到盗窃。我们看一下这个学校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啊？幼儿园的名字没显示，不知道是公立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这里孩子呢发烧、头晕、呕吐，比较厉害了。颅内损伤。没有指出来是哪个幼儿园呢？这个应该是司法机关立即要介入了，因为已经有伤了嘛。高新区，榆林市高新区第一幼儿园，这个也很难，这个应该是个公立幼儿园吧。从我的生活经验上看，公立幼儿园的老师呢是比较趋于平和的，符合轻微伤就可以要定罪了，好像可以坐一年牢啊。整体的报道里没有显示公安局介入了。没有啊，应该这个是公安局第一时间要介入啊，不介入就是渎职了。榆林啊，如果是国营的那还咋说呢，这不好说了。这个就是我要谈的嘛，这些个新闻对我们家庭婚恋人生是什么影响啊，就是将来都要结婚，都要有小孩，你即便你没结婚啊，或者你现在已经有小孩都长大了，可是这些个事件将来还是要会对所有人产生关联的。亲朋好友的孩子最终还要去幼儿园呢。虽然我这个谈的都是利己的，在这里必须要谈利他了，是吧？即便这个事儿跟我们没有关系，你说你要有能力可以了，抬屁股就走啊。我说就是你要去一个地方读幼儿园，你要观察这个幼儿园的老师他的生活状态怎么样啊，生活的状态顶级的好，这种概率就发生的低很多啊。那私立幼儿园的那个老师们的状态都是打工的嘛，那个状态那可以想象的出来，那就比较容易发生这样的事。可是我们又很难选择一下就说抬腿就走到一个所谓的老师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这个环境里去，或者我们也很难一下就选择一个公立幼儿园，我们还只能去读私立幼儿园。这个私立幼儿园在有的背景下一说私立的都是高档的意思了其实有相反的一种状态的，就是读私立的都是非常糟糕的幼儿园那就我们对别人的生活要产生利他，就是这个利他它带来的也可以是利己的东西。如果我们大家都关注这些个老师的生活际遇生活状况，那可能这个现象就好了很多。因此我们谈这个问题，谈怎么利己也要谈怎么利他那老师他也是个对应的关系，是吧？我们来关心你的生活状态了，老师他必须就够阳光，你不够阳光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一种什么状态都是对应的因此选择老师这个职业，这个人就要接受阳光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社会资源最好的都给老师，但是老师他得接受相应的这个社会的监督就是你的人性啊，人呢、比较够好，最起码够平和吧你的言行里不能有暴力这样就会形成良性的促进来更好的完成我们所谓的个人人生的这些个利己的问题也就是要更关心别的人，要有利他性而被关心的人呢他也要产生他的一些个变化